这啥呀？这啥呀？高跟鞋。有高跟鞋。嗯。不过这脚丫子有点大呀，这整的。对了，今天这活动请我们过来要干嘛呀？这是？应该是来四个美女，给咱们穿丝袜应该。来四个美女穿着丝袜。整的行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好像还有一位重要的嘉宾飞行员，他的名字叫陈鑫，让我们来热烈欢迎。行，要不你先穿个丝袜。这是嘉宾还是整人的？我这刚来就先穿丝袜，准备丝袜那不来美女？我们的美女呢 ？Hello, hey boy.Make him whistle like a missile, bomb, bomb. Every time I show up, lower, Make him whistle like a missile, bomb, bomb.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呀？你能不能走路注意点啊？哎，非要穿我心里。讨厌。美女啊，你偷我东西了吧？没有啊，我没偷，我什么？他偷走了我的心。你是要穿丝袜吗？应该是。等一下，我手里的东西你们不想要了吗？哦，没有看到这个吗？姐姐给我吧，姐姐。不给。是情书吗？是情书吗？你猜，你们猜一下。我猜一定是情书，我来。不能。美女，那是叫你了。哎。我看看啥呀？哦，任务卡。我知道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但你的未来。我奉陪到底，因为我明白你会来，所以我一直在这里等你。等你穿上八厘米的高跟鞋，衬上迷人的碎花裙，戴上美丽的秀发，与我来一场50米往返极速赛跑。奔跑的姿势一定要美要优雅，不美不优雅等于弃权。此规则只针对潘达兄弟团成员。飞奔吧，少年！哦，不对，飞奔吧，美少女们！我们先比，是你们四个先比，然后你们四个里面的第一名跟我比。四个里面的第一名跟我比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不太会穿高跟鞋，你帮我。这个可不能帮你穿，自己穿。这也太丑了吧！不是，这。没事。哎呦，这是谁？哪个人美啊？你看看，你的袜子是真性感，我跟你说，我的袜子性感。你看方正的袜子，他的黑丝袜，没事，挺美的。来吧。听我口令，三、二、一。扶着我正哥，保护正哥，保护正哥。五百一个。有点。真跑不动了，快点啊你！咋了？我真跑不动，真跑不动了，让你我第一了。哦，不行啊！受不了，这女人干的事，男人我们干不了。这一轮我们潘大兄弟团，我们的最终胜出者是来自我们方正方小姐，胜出由我们方正方小姐换上美丽的着装，跟我们小姐姐进行下一轮的 PK 比赛吧。娘娘更衣吧。可以。这啥呀？女装。这性感。你刚才说的丝袜、高跟鞋。那么，让我们方正方小姐现在去换衣服吧，一会儿期待方小姐美丽的着装哦。那能不穿这个衣服吗？行，那让我们一起有请我们变装以后的
户外一哥方小姐登场吧。微臣恭候娘娘驾到。娘娘驾到，娘娘好。哎呦，哇，娘娘好美啊，真的是好漂亮呀、啊！不愧是我们的户外一哥，今天户外一哥直接就变成户外一姐了呀。陈心，你会不会想搭讪这样的妹子呀？从后边看很有欲望，对吧？确实性感，最有欲望。那跟我们来个背影吧，哇，屁股再翘一下，哇，哇，好棒啊！哇，真的是很不错。然后，那让我们开始跟小姐姐进行一场高跟鞋女装对战吧，让我们一起 ，Let's go， 加油，拜拜，加油。那么呢，这一场将是一场空前绝伦、史无前例、前所未有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！真的是、啊，来自我们的方小姐，方小姐，跟我们美丽的小姐姐，兄弟团，开始，三，二，快速开始比赛，看看比赛结果吧，开始，三，二，一。哇哇！不行，跑不动，跑不动！加油，兄弟！兄弟，兄弟，加油！保证加油啊！哎呦，哎呦！快点，等你。不行了，正哥加油啊！你倒是，你这干嘛呢，正哥？不是，你这干嘛呢，兄弟？你跑啊，快点啊！加油啊！兄弟，这个墙我拿不到了，上一边。你不累啊？我还行，我在这儿等等你。兄弟，加油！是男人，给我拿第一！啊！哇，正哥牛逼！正哥牛逼！正哥牛逼！你不行，你犯规了！犯规，犯规！所以经济团输了。因为刚才我们的方小姐当时跑到一半，实在是确实穿着高跟鞋跑步真的是很疼很疼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她把鞋子脱掉了，然后跟小姐姐去跑，虽然是赢了，但是我们胜之不武，导演组判定我们依然是输了，但是我们虽败犹荣，我们正哥真的很拼很努力，跑得满头都是大汗。那我们继续为我们的下一个节目继续加油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